看你刚这样逼车 OK 哦。你打灯啊？你打灯啊？你不用看我没有车吗？那你就不要骑在这啊。我动机耶，我不能骑在这吗？就在几秒钟前，白色轿车打右转灯，快速切进右边车道，吓得重机骑士顿了一下，赶紧闪开。重机骑士气不过，于是追上去理论，比了一问的手势。女驾驶摇下车窗回话，让重机骑士理智线瞬间断掉，破口大骂。女驾驶的回应让网友看了傻眼，开车的女生是不是刚嗑完药啊？送她几张罚单就会乖了。我的做法是直接加油门，让她撞，大家来耗啊。女驾驶事后留言解释，并换车道前有回头确认，可以安全切入车道。并认为重机骑士追上前并排问话的行为已经触发。所幸这起行车纠纷没有发生意外，但两人的对话却引起网友正反论战。水神抗菌液呢，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是温和不刺激，所以呢是没有残留、没有污染，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，小朋友、孕妇都可以用。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，也可以输入燕莹的推荐代码 CTI 我发发，好，可以有折扣哦。